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节操为您而掉，只有您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老子为您带来的风暴英雄。哎呀，我已经快练成超级奶爸了。哎，又是诅咒谷，哎，我好烦这个地图的呀。好了，进来了，开战，来，干脆学这个吧。当然，准备好闪瞎他们了吗，伙计？啊，这会很有趣的。这个台词啊，好吧，闪瞎他们。那话谁说的？啊，肯定是他说的，他是闪电兵嘛。嘿，你和小花。战斗即将开始。你看这乌鸦就在这，能不能弄死？十秒。占领这。不能反应自己的剑。四、三、没有反应。一，战斗开始。听上去很有意思。啊，我得待在他们后排。耶、啊，我勾引一下啊，我去勾引，打我，有意思的，打我，打我，杀了这个所谓的英雄，哟。哎，不要浪，不要浪啊，不要浪！好了，怎么回事？有一名英雄，好，闪电兵也出来了战场，欢迎回来，英雄。咱们其他路上都没人吗？所谓的英雄，上下路都得要去人呢。啊，好，被兄弟把小兵打了。哎，有奶妈就是好，对吧？有，现在等级低啊，你一下又干不死我。我给他加攻击。啊，咱们的牛头冲出来了！没有没有，我要奶，我来奶。哎，你不要又回去、啊，你这吓死我了！真是浪得虚名啊！我喜欢冒险啊，好浪啊！哎，够了！我方队伍拿好的，拿到了一血，漂亮！震死他们！收集贡品，来赢得我的恩赐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。帮助忙！哎呀！哎呀！天赋。哎呀，死了！好像不错，你已阵亡。我只有嘲讽他们一下。杀了这个所谓的英雄，这肯定是他们的呀！咱们这个铁定来不及，刚才拼团非要拼那么狠，这能怎么办呢？这家伙耍赖！不要打人啊，打这个吧。嘿，你的小花。杀了这些孤佣兵，那个优势没了吗？咱们先把孤佣兵先这个兵线移速先推起来嘛。现在反正他们也只拿到一个而已，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。会很有意思的。啊，把下面这个占掉，就在下面打，因为马上第二个就要出来了。杀了这个所谓的英雄，干了这个蠢货！好，再围住他，漂亮！打死那个笨蛋！这件贡品，公平公平公平，谁的呢？哎妈的，全到上面去了！
像也并不固定了啊！我奶奶个腿！哎，干他干他！哎呀，不要！哎，完了完了，奶妈死了！哎呀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啊！我不应该死啊！这可怎么办嘛？哦，血！肯定是他们的，肯定是他们的，跑跑跑跑！保命保命，那东西拿不住。哎。杀了这些雇佣兵。那有什么？这搞不住。烦啊烦啊！杀了这个所谓的英雄，烦死你个狗日的！哎，我操，我操了！哎，你不走呀？没事，哥有奶。哎呦我操！刚刚那个技能多恶心！干嘛？你要团拆基地啊？谢谢你。我们来看看，谁能拿到这一个？小心小心小心，都在一起在一起，来了来了，来二三四，他是个肉，哎，牛头危险，哎呀我操，这各种打不过啊，看来是没有集火呀、啊，都分开打的，我这遭不住啊！无法容忍。哎，但是这种你不要这样嘛。我的诅咒，选择天赋。嘿，你和小花。啊，争取在这个时候击溃他们。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好的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敌方摧毁一座堡垒，我方堡垒已遭到摧毁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拎着卡离开了战场。不要铺开打呀，集中打一个嘛。好了，知道了。这怎么打嘛？看来我抓不住你们了啊！一座堡垒，诅咒结束了。如果还想继续，就去收集更多贡品。哎，哥，你就闭嘴吧啊！你就闭嘴吧。的英雄，你越说，那就越赢不了了。英雄。本来可能还有机会可以赢的。有一名英雄离开了战场。啊，特别看惯这种秀智商。确实有什么见解你直接说啊，你应该大家应该先集中打一个或者怎么样就行了，你这那那这的你什么意思，就你家智商高一点啊，本来可能大家配合一下能翻盘的，你这样一说那大家就死都不配合，那就没救了。雷诺人呢，他们的首领出来了，啊！你别死啊！你要被野怪打死，那就是错了。选择天赋。哎，我只有选这个，因为咱们这边暂时打不过，估计贡品又快出了。哎呀！
这等会儿怎么抢公屏嘛？听上去很有意思。够了啊！治疗不断，杀个不停。真是最伟大的医生。我想是有人送贡品来了。嘿，一朵小花。快呀，一起呀，一起呀，打个鸡巴兵呐！啊，我招不住你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靠！啊 ，good。啊，我只能这样。哎，哎我。我忍不住也嘲讽了一下。无人。招不住你。估计这把确实有些难对付。把这个打了吗？啊，先搞这个，先搞。哎呀，我操！先搞。好了，这他们已经乌鸦之神需要贡品。这敢去吗？这敢去吗？你是真正的摇滚明星。哎呀，被他摸一下，大奶瓶就没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我他妈还奶水不够，我还奶水不够。喜欢冒险。啊！你一个人冲他们前面，多少奶水才够呀？我这。哦，行，那有什么？不要离群太远啊，不然这得多大奶才奶得过来啊？谁将得到我的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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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纠缠，不要纠缠。啊，两个辅助奶不住对面攻击太猛了，对呀。不，而且你不要离群太远，你那个，谁都来不过来。第一时间拿，第一时间拿到，死也要拿到。啊哈，好的。嘿，一朵小花。拿到了。看那个傻逼下不下来，刚刚看他下来，啊，没下来。杀了这个。上面来杀他。英雄，干他！给你开 W 了。好，别追，趁现在打打这个吧。占领雇佣兵营地吧。哎呀，我操，来人了！哎呀！哎，你逼老子开大！这尼玛，这总奶的够了吧？好，学个。好，下一次再出贡品就在上面，你操什么操？老子这次奶的够了吧？有一名英雄离开了战场。你不是说我奶的不够吗？回来，英雄。哎，希望你们抓紧时间。那有什么？一来我就偷。哎呀，打不过。哎你妈，哎我操，跑了。这怎么打的？哎我操，
哎呦我操！天哪！啊！叫！啊！啊！不过他们想撤也撤不了，已经跟人打成一坨了。哎呦，白球，白球威武，白球电死了。好了，撤！啊，还好有个技能可以保。哎呀，不，这不就保了？哎呀，这两个确实实力差距挺大的。哎，但心态还是很好啊，心态还是很好，至少现在比较好。这行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有一名英雄离开了战场，你们的敌人摧毁了一次要塞。哎呀！啊这！我是不是该建议你躲开眼睛 ？Q 都要按烂了。哎呀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哎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啊！好吧，那咱们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哎，不是这个雷诺，你什么意思？